今天是2020年端午节，是我们劳动人民的节日，祝大家端午节快乐。很小。这个是油漆，这是我准备的写字的那个笔，那就是个刷子。越南呢没有毛笔。哎呦，全部拧起来怎么办？拧接了。哎呦，这木板不平了。特别是没有把握。Yeah, yeah, yeah.